芒果 TV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如今。我这一次在《明星大侦探》里面扮演的是，一个卖面包的师傅，叫酷酷精。因为我是村里唯一一个女的，所以我的性格呢，就是那种，就是撒娇的那种，就是甜甜的那种女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蛋糕上的奶油，面包上的果酱，饼干上的小坚果，是个甜蜜的存在。大概是这样，就是这种性格的女生。我叫 Cookie 精，他是我的男朋友。对不起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沙皮尔。这是我女朋友撒琪尔。酒不醉你，杯里醉你。哇，果然是杯里会讲的话。这次来到大侦探，感觉就是。其实大家都好闹啊，就是大家玩得好开啊，是一个好难玩的游戏。我最喜欢的嘉宾是萨老师，萨贝宁老师，我觉得他在节目里面那种各种捣乱、各种闹，然后还有他有时智商在线的时候的那些表现都很好笑。我觉得录像当中细节做得最棒的应该是道具上面的细节吧，因为里面的每一个道具，我的面包店里面的每一个面包都是可以吃的，我吃了好多面包。左看看右看看，来吃一点面包，要吗？多吃一点。要约圈内的好友来录制大侦探，我想要约那个张大大老师。因为我之前跟他玩狼人杀，他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，想让张大大老师当杀手，因为大家都会怀疑他，因为所有人都会先天的先怀疑他，觉得他是不好的，是坏的，所以如果他当杀手的话，对他的难度更高一点，会很精彩。潇潇，我觉得潇潇应该不适合，潇潇。他太容易被人发现了，如果他玩这个，而且他这样咋咋呼呼不适合，不喜欢，不想让他来。芒果 TV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一期的明星大侦探由我颜如晶扮演 Cookie 精在这里参与这个游戏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收看。